里啊？上一条的双辫子，各位说容易散？哎，这个看起来非常不容易散吧？而且感觉比上一条还要简单。把头发分成两边，我们今天先弄这一边，然后这一边的头发呢又分成两个部分，在底部打个结。我喜欢在底部打个小球球，我觉得这样子的编发才好看。这边也打个结，分成两个部分之后呢，后面这个部分穿一个洞，把头发这边放过来。好，放过来这根头发呢，再穿一个洞，把这边的头发绑起来，穿过来。哎，后面这个头发继续，哎，再继续，再继续，是不是纹理特别好看？最后绑一个，好嘞，收尾。大家仔细看看这个纹理，跟我们平时绑的麻花辫非常不一样。平时麻花辫就是有点土，扎起来吧，总感觉差点意思，而且它会比麻花辫看起来更显发量，因为它会比麻花辫更蓬松一点。